我们驾驭本质的渴望以及征服。说到这边，是不是又有满满的阶段要大大掌声呢？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几位与会的长官来到今天的发表会现场，那我们要邀请到昌平道的长官站起来，和所有现场的贵宾挥挥手示意。首先呢，要来掌声欢迎的是南阳实业总经理徐宏达总经理，徐总经理，掌声来欢迎他。紧接着呢，是我们这边咱们办事处的代表金杜文代表，金代表，欢迎他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南阳实业副总经理詹喜生，詹副总经理。再次的感谢所有与会长官代表黄志忠的莅临。而在今天的发表会刚开始，我们也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是南阳实业产品研发处的 Kevin 来到前方，和所有现场贵宾一同到来分享此次呢 The New Product